哎，帅哥你好，那我们今天上课了，觉得如何？哎，我觉得非常受用，就是一些技巧上啊，还有一些连接，都觉得都在现场上都会蛮受用的。对，然后今天介绍的产品也都非常的好用，就是在我们现场应用上，针对一些比如说客人他像我们在推的时候很容易有敏感的问题产生，那我们今天介绍的产品跟我们的技术都一起做到做搭配，就是蛮适合的。对啊。收获良多吧，良多啊，良多啊，值回票价。我跟剪了一个很帅的头。好，那你从哪里来的？台南哦，我们是远从台南的。对啊，就为了赌阿英姐的，你知道风采。阿英姐在哪里？在后面。也很感谢你今天来参与哈，那以后也多对我们袋鼠家族多多的支持。好，谢谢。要加 MG 哈。好，谢谢。对，今天你上了阿英姐的优多课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学到我以前没有学过的剪发技术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剃刀呢？剃刀有没有学到有受用到？有，就是跟以前我没有接触过，这是第一次，学的蛮多的。对哦，那你是哪一家店？从哪里？哦，我在连锁店，在职业。职业。好，谢谢。也感谢对袋鼠家族的支持。谢谢。哎，我们这位美丽的设计师，那你从事哪一家店？我是单发型。对。在哪里？在三民区建新路22-34号。我自己出来创业，自己开的。那你今天学了油头课，那你有什么感想分享？觉得学到蛮多东西的，可能之前在连锁店比较不会学到的东西啊。对，就是自己出来开之后，可以出来自己多加强的训练，这样就是学到比较多，可能以前没有学到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可能就是有花钱出来上课就是不一样。还有什么收获啊？收获良多，蛮多的，对啊，比较多无量，第二集呢？以后你觉得这场那个油头课，那你会把你的朋友介绍来这边上吗？会啊，可能认识的，只要学这个的，应该都会推荐他们看他们要不要来上。十月五号，没问题的。那感谢你对袋鼠家族的支持，谢谢。好，来，两位设计师来问一下，来，今天上了阿英姐的课，感觉如何？非常棒。看到阿英姐很开心，谢谢，是我的偶像。啊，感谢你。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已经看了阿英姐许久。对啊，今天终于一睹风采。谢谢大家的捧场，谢谢你们。想要对我们阿英姐讲什么呢？阿英姐，谢谢你教给我们这么受用的技巧。因为我们都会在 YouTube 上面做功课，我们一般看到比较美式的可能渐层的剪法，我们就会看着不飒飒这样子。对，那今天来上了阿英姐的课程，才知道哦，原来我们东方人其实并不一定适合这种就是对的这种剪裁的方式。那我们也可以更方便、更迅速，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一层一层推、一层一层刻。对。所以你们要跟我分享哦，把你的心得介绍给你的好朋友。OK， 我希望我师父的那个手艺呢，在每个角落都有他的影子。感谢你们哦，谢谢你们两位，谢谢你来自台南，感谢你哦，袋鼠家族赞，哦耶。